tuan-tuan dan puan-puan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fellow Malaysian, 诸位亲爱的马来西亚同胞，大家晚上好。 Terlebih dahulu, saya 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tuan-tuan dan puan-puan mengkorbankan masa datang pada malam ini untuk menyertai satu majlis makan malam yang dianjurkan oleh TAP Bukit Bintang. Saya berterima kasih kepada Tuan Presiden dan Tuan Menteri Chi yang mengadakan acara ini. 多谢你们的支持。诸位亲爱的马来西亚同胞，再过几天就是一个消费税的这次的日期，10月1号。讲到这消费税，对广大的马来西亚人来说， 肯定是一个加重人民负担的一个税务。政府征用这个6%这个消费税，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它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 在其他的国家，先进国，包括日本，包括新加坡，当他们实行这个消费税的时候，他们只有3%这个消费税，因为他们知道消费税的事情会影响他们人民的日常生活， 增加他们的负担。我们应该了解，马来西亚普通的老百姓超过80%，他的收入不超过4000块每个月，还是需要政府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救济金，每年 来帮助他们。这个消费税的事情会影响到百物膨胀，这个非常严重的，尤其中下级收入的人民，他们肯定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诸位亲爱的马来西亚同胞，因为政府还是要应的，不管人民的反对的声音，他要实行，他的事情肯定人民不会坐以待毙，包括 在国会最近召开会议，我们看到，包括吴桐的元老，国务部长的国会议员，东姑拉沙利，他本身也反对这个消费税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期，马来西亚可以说是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2014年是马来西亚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马航370的灾难，包括那个马航17，这两个灾难影响很大，不管在任何的方面，包括影响这个 中国游客到来马来西亚，我们要知道，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马来西亚是靠石油的收入，每年政府的预算案
三十多%是靠这个石油的税务来支撑的。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2700多亿，30多%是靠石油。当时政府将这个石油的价格列为，但是今天，世界的价格只有46块美金左右。 也就是说，少了超过一半的价，他的收入肯定受到影响。加上国家经济在那个我们的纳吉所领导的国政，可以说将财务搞到非常的乱。 他本身身为财政部长，不但管不好国家的财务，更使到国家财务蒙受很大的负债。我们看到，我们今天2014年到2015年的财外债，内个对外债，高达7000多亿，在2009年只有2700多亿。 3倍，短短的在这个我们的首相纳吉领导的国政，国家的财务，家庭的债务也高达88%左右，就是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一位首相有这样的成绩的，直到人民受苦。 不但国家的财务不能够管理得好，更使到我们看到这个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OneMDB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这些公司是在2009年由政财政部所成立的，当时2009年是。 这公司的前身就是 Terengganu Investment Authority， 就是丁加奴这个发展机构，改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当时我查看他的账目，大概他的账目是很正常，有4亿多的存款。 经过这几年来，这间公司不但没有赚钱，还负债高达420亿。其实这公司政府给他很大帮助，在我的选区里面，其中2块最重要的土地，就是在这个硬币，70多英亩的土地给这个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 卖给他的价格1亿9400万，300多万平方尺。在彭丽斌当这个加拿大硬币的价格，所有做产业的人都知道，每方尺最少2000块以上的。假如这个土地是公开的招标，它至少能够有60亿。 2000块来算，卖给他才1亿9400万，还有另一块地就是我们的旧兵机场，班达瓦瓦善，495英亩的土地，卖给他多少钱？是6亿。其实我只要将这个土地，你每方尺500块来计算。 都高达107亿，所以这些公司我不明白，经过这5年多为什么亏债务高达420亿？前首相敦马哈迪有讲到，这些欠的债务是怎样应该向人民一个交代？
到底那钱怎样用了？应该在向国会报告。因为我了解到的，当这个马发展机构跟阿拉伯一些公司联营投资，大概马来西亚出了 1 billion， 就是4亿美金。 当签下合约的时候，其中7亿美金，就是假如乘3.5、3.5，就是多少？一个美金今天的价格是3.7块，大概3.8。7亿美金一签了就还这个公司欠债，这钱就因为说，就捞，这钱就 去了外国，有他一个公司，这个 Gold Star Limited 是在英国那边的，所以我们的财长也是首相，有义务向广大的马来西亚人民交代，这些钱为什么会欠债这样多？ 而且，这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因为看看今天我们马币兑换其他货币，已经惨不忍睹。最靠近我们的国家，新加坡，或者邻国泰国，马币最近这几个月来， 可以说换新币大概要2块6毛多到2块7，我们的邻国泰国要4块多4块7才能够换到100泰铢，以前在几个月前10块马币可以换100泰币，泰国有什么？ 可以，当经济能够虽然泰国只是它的动乱，但是我们看到泰国它的旅游业、它的其他的行业还是这么蓬勃。反观马来西亚这么一个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的国家，我们有石油，我们有中油，我们有锌矿，我们有其他的金属的 矿物，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的经济比其他两个国家还来的差？新加坡在40年前1块新币兑1块马币，今天要2倍多的价钱，国民的收入不用讲，新加坡国民的收入40万多。 马来西亚只有1万多，这是非常的不幸。由国政在领导所管理的国家，在50多年来，尤其这个纳吉波所管理的财务，直到民不聊生。我相信 这个消费税在再过几天实行之后，人民会苦不堪言，这是肯定的事。我希望他能够延迟这个实行这个消费税，因为卢布拉沙利在国会在几天前也想，也是无耻的言脑，政府应该这个时期应该暂停实行这个消费税，你们说好不好啊？ 在星期一国会召开，我们将会，假如有机会，在参议辩论的时候，肯定会要求政府展延消费税的事情，因为政府可以展延这个公共交通要请假，一声令下，诏令性改，星期四。
经济不好的时刻，能够立刻的重启，这是我们所要争取的。诸位亲爱的马来西亚同胞，今天我们有好多位演讲，包括我们的古莱西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基隆区的国会议员，还有我们的国会领袖林俊祥同志，还有石兰半区国会议员都到过，还有最后我们的 Superman， 将会有亚秀的好好戏。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刻能够静静的等待我们所有的演讲者继续的给你们发言。最后，我要感谢各位能够抽出这样宝贵的时间来参与我们这个宴会。我仅代表民族行动党国民党区联委会向大家致以万恶不得的心意，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